他们有十几万个人，那些人住在不同的大洲，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宗教、收入。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有着相同而且崇高的目标。他们是全世界一起国际慈善项目的筹款者。他们的活动目标是吸引慈善基金用于需要昂贵的治疗和康复的重病儿童，更好地去帮助他们。今天我们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社区，对国际慈善活动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几个星期内，您只用自己简单的动作，您会发送数千美元的慈善资金。此外，形成的伙伴结构将带给您一个日益增长的收入。筹款合作是基于简单而有效的营销，所有筹款者是在结构性的关系，由参加者形成的。加入我们的社区，您将被作为被邀请的合作伙伴中的一份子，从而一个部分资金发给大家一起帮助儿童国际慈善基金。另一部分发给结构上级的伙伴，因此每个筹款者将更有经济动力。换句话说，50美元您发给大家一起基金作为慈善捐款，10美元发给上链接您注册的筹款者，5美元给在合伙结构是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水平高于您的参与者，15美元发到在合伙结构是在第七水平的筹款者的账户上。反转来，邀请新参与者加入社区，您建立自己的伙伴结构，这以后会有更多的慈善捐款，也会为您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每当您结构任何伙伴进行捐款，您也得到财政援助。越多的参与者在您的推荐注册，越积极拓展您的伙伴结构，您将一次又一次地收到汇款，同时还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想象您邀请到项目只有3个人，因此150美金可以引向慈善事业，并您收财政援助为30美元。您的每一个追随者也邀请3个人，您收45美元，并大家一起慈善基金收450美元。接下来，您得到135美元，并已经1350美元引向慈善事业。这是很容易计算，在您的伙伴结构的7个级别上，这样很快就会超过3000人参加，他们将16万美元以上引向慈善事业，并您个人收入为38000美元。同时请注意到，您只有邀请3个人。在现实中，您想邀请多少人就邀请多少。每天都有新参与者加入社区，您的伙伴结构在世界各地快速增长，并这个过程不能停止。对了，值得注意，根据本系统的规则，每个筹款者应每年提供财政援助，因此逐年更多的资金可以引向慈善事业，并您的收入每年重新开始。您一次又一次收世界各地人的汇款。今天我们也邀请您对大家一起国际慈善活动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善良回到您身边，立即加入。